这个时候来举办一场音乐会。那我们今天的音乐会叫做什么音乐会在啦？阿嬷的思想曲啦，哈、哦。所以等一下，咱要唱的拢是阿嬷听的歌。啊、哦，阿嬷足欢喜，阿嬷坐伫头前。哦，阿嬷你今坐大位，你知无？哈、哦，你足欢喜的无？你看你足欢喜的无？阿嬷，有无？有无？有无？有哦，有哦，你今坐大位呢哈？哦，一个表姐的头前哈、哦。好，那个等下哈，我们的国宴哈也准备了哈，阿姨你哈，刚开始而已哈。有人问我讲，啊，为什么拢办这个活动？我先啊，大家报告哈。第一，我虽然已经是15年了哈，那这样一路走来哈，我觉得有很多的朋友哈，一直都很像，都挺我们哈，啊，也很支持我们啊，所以呢，我们也应该算是一个。一个跟我们较早单位戏安尼啦吼，就是讲办一个流水席这样的一个意义，然后邀请一些亲朋好友哈、哦、来我们的这个花信啦哈，来管家的哈啊，我想哈、哦、借由这样的一个很特别的音乐晚会哈、哦，那很多朋友啊不去想哦来个家啊，真的很多人问我说啊来参加音乐会要不要交钱呐、啊？我说不用，免费哦哈。友善的环境很值得我们去学习，我们社区也是朝着这种方向去做我们的社区菜园，我们非常，我是来这边学习，喜欢这样的环境，有很多值得我们社区借鉴，而且它理念很好，然后给健康的东西，大家吃健康也真的很棒，我们喜欢，我们还会再来。很好，有这么温馨，这个我跟那个华树银行老板说，你这里是豪宅啦，豪宅才会这么阔气，然后让大家来这边玩，然后还有这么优雅的音乐会，我们每个长辈都很开心，我们这大哥大姐姐都很开心，嘿，让他们有机会发挥，像昨天练了一下，竟然今天都可以上台演出，啊，也是我们关怀据点这么多年来有一个成果。非常开心，每天都是快快乐乐的，我们也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，平平安安。活动最主要是因为我们现在的社会已经进入超高龄的社会了，那我们希望呢，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，那给社区的一些长者哈，可以得到一个可以抒发疗愈的心情，所以呢，我们这场活动的音乐会叫做阿嬷的思想曲。我们这些年的活动啊，都是华树银行自办性的活动，然后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抛砖引玉的活动，那让更多人来参与，那都是自发性的。我们这次呢邀请的是和美镇的雅郭社区，还有一些的我们爱好喜好的这个音乐的表演者来这边参加，一起同乐。